陈浩森19日帅帅出席品牌活动，知道要跟女神陈慧琳同台，不止紧张到大爆汗，还不小心说错话了。小时候听我妈唱过记事本。对，然后，哎，这样讲他会开心吗？嗯，从小时候，现在不唱了吗？陈浩森他就是很帅哎，刚刚就是这么一眼就看到他。很有金城武的那种气质，有没有？嗯，当然鼻高高，然后人又很高，很有气质。跟他合作拍个电影之类的，可以饰演什么？他的妈，姐姐表姐之类的哦。哦，好，可以。还有蛮想跟台湾的一些演员捧玉安，捧玉安，捧玉和捧玉，对。而这次是女神暌违5年再度来台，她透露自己超级兴奋，也准备好要大买特买了。这一次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要爆竹式的消费。我已经准备了一个空的行李箱，就是准备买所有台湾的美食带回去。不够，我真的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是好像在夜市里面还是吃不完，还有半条街还没有走，已经吃得很饱了。最喜欢吃就是盐酥鸡，对，好可怜哦。现在就是这边呢，还是有一个疤痕。如果很精，你们拍得很精的时候就会看到。但是我已经放出去了，不理了，因为大家可能看到我也没有说，哎，我看到你的疤痕，没有人在谈论，所以我自己也忘记了。完全还是美到不行啊！